蔡卓宜发长文，离婚了为什么不可以从头开始？离婚它是我的经历，但不能是我的定义。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迎接婚姻，同样也可以选择重新开始。不论是否曾与婚姻携手，自信的女人都最迷人。希望姐姐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Hello， 你好。Hello， 我是蔡卓宜，蔡蔡，你可以叫我蔡蔡。Hello， 蔡蔡，我叫立张帅。立张帅。对。外国朋友也叫我帅，那一定长得很帅，对不对？